反正有点肥。军号大大的吹，军的鸟儿飞，侦察连的小号手长得有点黑，头号是上辈。再聊啊！老师，还有我！哎呀，完蛋了！他们都跟着那娃娃兵走了。哎，我要是栓子，气得拿头那么强撞他。哎呀，咱南梁郡的水土要换了。栓子，你不要气得从树上掉下来吧？哎哎妈呀！哎，真掉下来！坏了，我真是个乌鸦嘴。栓子，你屁股没栓成两半了吧？滚！谁的屁股不是两半了？臭小子，跟你没完！呀，咱系了个死扣了吗？耗子哥，咱伸手找你去。是不是跟孩子没有吹什么牛皮了你？没吹牛皮啊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那你这号吹得咋样了？想什么呢你？看你这样肯定是还没吹响吧。嗯，没关系，别着急，早晚有一天能吹响。报道。大老师找我。哎，报道。水开了吗？开，快开了。今天啊，你把火烧旺点啊。哎，大老蔡，听说今天部队赶上火势啊。那是。你往这儿看。耶，这猪八戒趴案板上了啊！今天大伙有肉吃了。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，树拉风响，呼哒打响，风吹柴火，呼啦啦旺。大铁锅里炖大肉，肥膘大肉扑鼻香。同志们坐在地中央，听我把好事说端详。今天连队好伙食，每人肥肉一茶缸。哎，好的很，真的？那还能有假的？哎，我刚从那炊事班过来啊，一眼我就瞅见这么大个猪头。那哪是猪头啊？那牛头都没这么大。肥猪头嘛，你琢磨嘛，猪头都这么大个了，那个猪身肉能少了吗？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，肥膘大肉味道香，哈喇子一流这么长。我的号啊，我的号啊，找不回号来吃肉都不行。哎呀，可找着你了，你可把我坑惨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哎，耗子，别上嘴啃啊，那是真的，还没做熟呢。这熊孩子，蒜拌好了吗？就等着那几根蒜下锅呢啊！好了，来，快点，赶快。哎呦，瞧你，啊，叫你回家念两页书。
你就像个捏的茄子一样。解放军今天炖大肉吃喽，炖大肉吃喽。爷爷，我也想吃肉了。就知道吃，这点出息。你瞧瞧，我们村新来的娃娃兵，人家年纪跟你差不多大，人家每天做些什么，你呢？除了吃就是耍，也不觉得脸红你。不是春，就我这手艺，太原城这个大桌也就这两下。大老太，哎，不在什么车辆，啥时候走？哎，这就走，这就走，马上啊！耗子，今天火烧的旺，你要勤看着点锅，要是锅里水少了，你就添点水啊。我顶多半个时就回来了，听见吗？好，好，这就来了，来了啊！耗子哥，哎，锁儿，你咋来了？耗子哥，我琢磨半天，你那个东西要丢在路上坏，那跑早就被人都拾走了。啊，不会吧？咋不会？我们村有一三狗，他每天天不亮就去拾粪，他肾东西找不着啊，他肾就全都放在后院里头了。啊，赶紧我去找找去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在这边。啊。墙那边是他们家猪圈。那耗子哥，这对不啊？不到三狗，他把他们家这猪圈挪到墙院底下了。他们家猪还真不把我当外人，上来直接就把我拱翻了。耗子哥，现在咋办呀？咋办？没被人捡着，那就不是掉路上了，肯定是掉到沟底下去了。哪个沟？就是那个。对，就是那个沟，我早就想找去来着，可是一直没空，离村子太远。耗子哥，我这里有一条近路，从村东头插过去，用不了三袋烟功夫就过去了。那还等啥？赶紧找去！这人都哪儿去了？快点给我加水呀！要干锅了，干锅了！可不敢，这太陡了，这太陡了。那边有路，再走那边。走。哎，看咱南梁村了吗？哦，看见了。看咱在这户户烧火冒的烟了吗？哦，看见那谁家冒那么大烟？看那不是你们炊事班吗？炊事班？啊！坏菜了，那给我炖肉。胖子，锅都烧漏了，你死到哪儿去了？蔡大叔，蔡大爷。喊蔡大爷没用。今天是你家两叔找你啊！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你和我一块进去。因为你我已经挨连连都猛 K 了，还想让我陪你做垫背的，熊孩子，死活你自己顶着。你磨磨蹭蹭修门框呢？进来。客气。汤块咋吃啊？用嘴吃。吃。好了，自己做的还嫌弃是吧？嗯。我好不容易搞来拜山的肉，让你给弄成这样。你本事挺大呀，能把肉烧成炭。你跟同志们有仇是吧？没有。那就是跟我有仇了。更没有。那你是干啥？好好一顿饭弄成这样，我的全连都有情绪。
处。叫连长。是，连长，我知道错了。咋错了？好好看着锅，跑哪玩去了？我没跑出去玩。你没出去玩？你这是咋弄的？你干啥去了？你说我干啥去了？我就是干啥去了。去战壕。你就是打死我，他也是碳，他不是肉。你信不信我今天把你变成碳？报告，进来。报告连长，说。报告连长，指导员让我问问您，咱们连新饲养员定了没有？团连立即上报。知道，是。我差点忘了，那军号呢？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吧？我听，没听明白。军号呢？你不好好守着锅，跑去练军号去了是吧？要是那样就好了。你这意思，是因为练号把锅给练糊了？要真是那样就好了。就会叨叨两句吗？求求你，连长，你什么都能问，就是别问我要军号啊！还别让我把军号交出来呀、啊！你现在要军号，就等于要我的命啊！求求你了。我问你军号呢？没有。你给我交出来。真没有，没有做出假动作，耍我玩呢是吧？好，徐战俘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把军号交出来，就甭想当好兵。啊！我想当好兵。哭，哭的大声点。哭。说老实话，从丢号那天起，我就想哭，可又不敢哭。今天我总算有大哭一场的机会了。这咋了？这是啊？他怎么哭成这样啊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不知道他能哭成这样？拿毛巾去，拿条毛巾老给他擦擦，他能哭成这样？赶紧的，快点！好好的哭哭了啊。这怎么还一头冷汗呢？他热的，我哪知道？你不知道，这不知道那不知道，你知道什么？耗子，跟姐说哪儿难受啊？哪儿都难受。真的假的呀？来，我瞅瞅。我瞅。哎呀，背锅装饭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疼了。行，会看病吗你？耗子，耗子，这怎么哆嗦成这样了？病得不轻啊这。耗子，咋还真病了？他都这样了，你还看不出来呀？有你这么当叔的吗？愣着。哎，耗子。耗子。喂，二长。这是咋的呀？浩子，你病了！病了！哎，他们几个都不在，现在我屋吧，快走，快走。慢点！来，慢点啊，躺下。慢点啊！来，慢点！快让娃娃躺下。躺下来，奇怪，这到底是什么毛病啊？先把衣服给你脱了啊！害羞。在我跟前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我又没偷你。快让来，我来。你心跳有点快呀。啊呀，这娃娃脸这么红，是不是烧了？我也说不清楚，伸舌头。哎呀，刚才看他浑身哆嗦冒冷汗，差点晕过去呢。呀，那还能行了？怪了，我也查不出什么大毛病来。
可能就是低血糖吧。那厉害不厉害了？血糖低啊，没什么大毛病。那咋整啊？喝碗糖水就没什么事了。哎，我去整碗糖水去啊。哎呀呀呀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给他弄了，家里有了。娃娃要是没生大毛病，你俩就忙去吧，我来照顾他。嫂子这行吗？哎呀，又剩不行了吗？哎，别的不行吧，照顾娃娃不比你们谁行了。嫂子，还是我去吧。哎呀，不用，我给他弄吧，你们忙吧。这倒也是，大姐，那就麻烦您了。耗子里面的衣服也都湿了，给他找一件干的给他换上。啊，行，你们去吧。啊，行了行了。那好，听您的话，你要帮我有事就行了。行了行了，嫂子，那我们走了啊，那交给您了啊。啊，麻烦您了，嫂子。没事。耗子啊，去把衣裳换上啊，婶给你弄糖水哈。哦。耗子，来。有点小，耗子，把水喝了，婶给你做好吃的。哦。你这不早不晚的做啥饭嘞？耗子病了，妈给他煮俩鸡蛋，去给妈拿点柴。哎，谁让你动我递东西的？吼啥吼？吃枪药了？谁让穿这件衣裳的？你妈。谁让你上我家炕的？你妈，给我下！我是病号。装，你就接着装吧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你说我装，那你装一个我看看。你，哎，打死你！哎哎哎，壮，你赶紧下来！这下来！开人了，快帮忙！壮，妈，你妈要他手机。我让他嘴去。可不敢胡闹啊，耗子可是病的了。耗子，又头晕了啊！来来来，快躺下，不用理他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婶。妈，你不要被人赖滋滋哄了，他肾毛病也没有，全都是装的。净胡说了，病就是病了嘛。来，你装一个试试。你装一个试试？你妈也这么说。嗯，去吧，出去耍个吧。哎呀，去耍个吧！臭老子死样子！啊，讨厌！你走这边，让这妮子看见咱们就惨了。没什么难啊，因为这妮子最恨的人也叫耗子。班长，嗯，又发新材料了。我估计是今天晚上行动要用的材料，因为你们几个先看着啊，我去找连长。又行动了？那估计是。
行动那就得用抢嘛，用刺刀嘛，你反了个纸片子干啥嘛？哎，我看看写的啥。食不得，老。哎，我这一开始就不认识，念啥字嘛？盐。哦。老盐，桂花心不得，特务遭。哎，我又不认识了。哎，姚。特务遭姚听不得，太原公司受不得，红皮起酒枪用不得。红皮起酒枪是啥？起酒枪啊，是德国造，质量好，射程远呐，差不多能打上4里地呀。当年呢，我在大鬼子训练的时候，在师部啊，正儿八经的摸了一杆德国造，咦，枪栓一拉，打标尺1里，咦，老带劲了。老严有那么好的装备？老姜啊，看这个枪好啊，买不起呀、啊，就让兵工厂啊大量的放。红皮起酒枪，老严长得枪不准，打的不准，还老卡壳嘞。连长来了，啥事儿这么高兴啊？连长，连长啊，哎，嗯，材料学的咋样？报告连长啊，这个材料上的字我全都认识了。啊，行，老高有进步啊。王少林教的吧？哎，你咋知道？来来，都坐下，我说说今晚行动的事啊。来来。说完了，你滚吧，爷爷让你回家念书嘞。滚你的！哥，坐上去。给耗子。一个耗子前头跑，后头跟着两个猫，喵喵。耗子。骗吃骗喝，俩鸡蛋吃完了，偷偷跑出来耍是吧？你咋不约了你？我不是出来耍的，我是，你先松手，松手。你今天鬼头鬼脑的跑出来，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啊，我见不得人，我见不得人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算老几啊你？好事不被人，被人没好事儿。我今天就要把你逮回去给我妈看看，让我妈知道你躺在炕上装死狗。我死狗？啊，对，你的意思是你活狗呗？啊，是啊，你见着谁你都咬，你知不知道我一见你就倒血霉？你把我计划全都搅乱了，你就是扫帚星里的王牌扫帚星。你扫帚星？你扫帚星？你扫帚星呢？谁呢？说你呢。你好。
个急了。哥，我打你！哎，你还来这个？打你！师兄，我告诉你，摔门又和人打架嘞。哎，荒谬啊！我让你找人打架，你怎么就上来告状嘞？这都谁跟谁？这出来你俩谁要大啊？这谁跟谁呀？摔门耗子！我呀，看你好像欺负人。呀呀，那是胖子，快点去做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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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什么？把他给我带回去。没事没事，别生气啊，没打坏了，没事啊，我会收拾的啊。晚了天了，你是吧？解放军打老百姓，这影响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十个耗子落一起，你担不起。说吧，说啥都行，就是别提军号的事儿。前脚刚把炊事班的锅烧了，后脚又跟村里孩子打架，你还想给我整啥事儿？你脑子都记着啥？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咋说的？给我对着草纸背一百遍，涂抹清楚，把草纸喷湿了不准停。二一个，写检查，必须深刻检查。三一个，你把你沈家的院子打扫干净，缸里挑满水，从现在开始一条条执行。李贵，哎到。你负责监督。是。哎，叔，快吃晚饭了。你还好意思吃晚饭是吧？饿着。谁敢给他一口吃的，我连他一起罚。你说我咋就这么倒霉呢？你这犊子，你叔才饿你一顿，要不是今天晚上有任务，能饶你这臭小子？有任务我也参加。你还参加？你先不要管什么任务任六了，你先把刚才连长说的那一二三的三点做好就行了。什么一二三五六？他刚才说的啥我全都没听见。大叔，我来。哪能让你来呢？我来。哎呀，这不对了。哎呀，哪能让你们帮主管没干活呢？不是，上城大哥，这是我们部队的纪律，住老乡家就得帮老乡干活。这不今天正好赶上耗子受罚吗？要不然我早干了。那就更不对了，这么好的娃，你罚他干啥呢？逮着呢，逮着呢，这叫军民一家亲，谁干都一个样。耗子。这孩子刚才还病着了吗？咋能让一个病人干活了？哎，让你叔干了。我来。哎呀，叔干。哎呀，叔耗子，给我。你们都别管他啊。这个一会儿连长来检查，要是看着他歇着，那他今天晚上就参加不了行动了，那比要了他的命还惨呢。哎，对，是。我来。哎，病。大哥，那边。啊，耗子来。把这碗红糖水喝了，发发汗啊！哎，来，喝了，喝水啊！嗯，这个可以啊。大哥，那什么，我来，你。哎。丢军号！你居然把军号弄丢了，徐大夫！现在我郑重宣布，对徐战俘同志的处理决定，开除军籍。啊！耗子，你不睡觉，你干什么？二班长，啊，棍儿哥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你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这个小子，你集合了，愣是干什么？集合了。现在能告诉我咱们今晚上执行啥任务了吧？今天让你开开眼，狐狸摆灯。狐狸摆灯？你知道这狐狸最厉害的是啥？屁！
一遇到危险他就放一个大屁，一屁就把敌人熏倒了。那是黄鼠狼。啊，跟你说啊，这狐狸最厉害的就是他眼睛，你看他那眼睛细边边的，你瞅他一眼他能把你魂带走。那这跟咱任务有啥关系？哎，胖子，你看啊，这个就是狐狸眼。这狐狸眼可不咋地，黑不溜秋的。你可别小看这小马灯，它就像那狐狸眼睛，一眨一眨的，能把老爷那帮兵的魂儿全带走了。啊！哦，都被叨叨了。我来分配点任务。今晚的行动分三个小组，一组你归双连，是；二组三个惊喜，到。你们两个组负责摆灯，我在那。哎，巡警，行，你们是三组，负责靠近碉堡散发传单。我和指导员在后边做机动，哪个组上去了，后面的其他组全部做支援掩护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哎，连长，连长，我干啥？我干啥？一会儿行动开始，三组先上，散发传单之后立即回撤，不要耽误。李贵，那然后你们组再上，等你们回来以后，咱们休息一会儿，让敌人以为今晚的行动不会再有了。上子到，这时候你们都在上。是，大家记住，今晚的行动动作要快要轻，隐蔽接近，快速回撤，不要拖泥带水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哎，连长，连长，我呢？我干啥？你跟着我，练胆。练胆？我胆已经够大了，不用练了。你让我上吧。带你出来就够偷笑了，咋的？别给我提要求了。叔，好不容易出来执行任务一次，你总得让我干点啥吧？啊，连长。你都批准他来了，要不你让他跟那个孙乾散散传达呗。哦，对对对，连长，对呀，要不然你就批准这龟孙给我背传达来。老孙，我把这批个渣孩子看好了，他有啥闪失拿你使。共军呢，鬼都不敢出货，你去算了。直接就把那传单塞到那鞋里了。屁个臭孩子！李贵，哦，你们准备一会儿给严峻的弟兄们提提神，摆摆凳。连长，准备好了。
子咋没动静了？你不要急嘛，等一下。看，有动静了。刚才咱们上去的时候穷咋呼，现在咋不吭声了？下次他也不敢，他们把四龟托人来，早上看到一房间的传单，吓得尿裤子了。他们就那几张小纸片，有什么厉害？你可别看就那么几张小纸片，没听双立说呀，那是思想地雷、精神地雷，就那几个字儿啊，能让敌人把脑仁都吓坏了。连长，万人肉干得漂亮！同志们，咱们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再聊叨聊叨他们。休息，趴下。几个晚上都不敢出来尿尿了。同志们，撤！这就完了？咋的？你想干啥？撤！撤！幸亏是没开枪，万一开枪了，连长让你废除魔方，你怎么办？小点声！你想害死我呀你？你害怕你吓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回去以后我帮你找，保准能找着。屁！猪圈我都翻过好几个了。弄得我浑身是屎都没找着，你能找着？这号肯定没辙。你说这号还能不能再买一个？这是东西说不定能，这个不能。为啥不能啊？为什么？历史你。这号还有历史？孩子为娘说来话长啊。话说那是在红军长征的时候，咱们红军的一个先遣团黑夜里沿着大渡河急行军。你说怎么那么巧啊？河那边正好也有一支白军打着火把行军，红军摸黑走，危险不说，走得也慢。泸定桥那边十万火急等着呢，红军只好冒着险点着火把。白军看见火把起疑呀，喊话听不见，当官的就让号兵吹号问：“河那边是哪一部分呢？”这时候，咱们红军号手用白军的调子嘟嘟一吹，说：“咱们是一伙的。”白军信了，各走各的，这把军号救了一整团的红军，为废夺泸定桥立了大功。后来这把号传到了第二个号手手上，这把号参加了八路军鼎鼎有名的白团大战，还参加了咱部队的临汾攻坚战。号手受了重伤，躺在雪娃娃里吹响了冲锋号，第二个号手临闭眼之前还是把号紧紧搂在了怀里不松手啊。这把军号的第三个主人就是王思浩，现在也不知道王思浩怎么样了。那我是第四个号手。对呀，浩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个军号比我这个枪光好多。怎么好了？出事情了你？这号我死也得找回来。差点就踩到我，帽檐上。上，葛子君发现你们了，后来咋了？后来，他们就我们，我就。葛
钩子精杵到筐里了，后来就。耗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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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爹，你快看，耗子咋了？耗子，哎呀，他是不是死了？哎，瞎说些甚？耗子，耗子，这孩子刚从战场上下来，又累又困，睡着了。哎呀，你是这么小的娃娃，昨天晚上一黑夜，那能受得着吗？快让他回去睡睡。哎呀，他这衣服脏的，我给他洗洗吧。我拍。